大家好，我是希维特。那今天我们要来解的成就呢，叫做应该是在水下找那个宝藏，秘密宝藏的成就。这个成就其实上很简单，但是也是看你要不要解啦。其实上这个很简单啦，在二代的那个地图中的第一关，第一关就可以解到了。那我先带大家开始来解这个成就，来想说大家来一起来拿这个成就。那从 single play 开始，那从 campaign 中我们就选择二代也是第一关。那我们从这个观光客开始。好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了第一关，那我们就转头往那个身后的水池，就是我们的目标。这个成就很简单，是往水里面潜。随便潜，看到前面那个发光的东西吗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，我们就快一点吧。那个火箭发，这个就是火箭发射器，游戏中火箭发射器。拿到这个就可以解到我们的成就了。有，我们成就解到了 ，Treasure Deliver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那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